这两个女人到底是什么？结果就是个女人消费机，第二点，这里
里边往上回弹，发现其底下正是零。而这两边出了两排上，他是拿了 U 盘做的微盘上，直接就过去，正义的怀疑中。李元正无奈叹息啊，那也是第一次下显现出惊悚威力，抱着下坠去，因为都没有人物安全性。这样印证了行动猜测。行，问题在哪里？随后一个麻醉，直接出。本集是诸位主管的第一集，本分点，大家喜欢这个故事吗？喜欢就投入加入听，评论量达到8个哟，想听我接着往下做，可以根据时间主观的风格设置电影。大高级，这是排长出击的真人版。20年后，降级少年被绑架到海滩上，他们醒来以后，不仅有富豪的拦路，又有金融紧张情况。80年以后，互相 PK， 最后一个人胜出出击。当然，断掉匕首可以不择手段，胜利的人将会得到顶级能量，富豪将会把他捧成超级巨星。可谓不敌，从没见过这种风采，乞丐自私到疯子，就是。不敢自己下车，原来乞丐们要的只是辆普通公交，下面所有的乘客都会死于非命。问一下，真的看过啊？这里看到过了，这新闻最热爱。斯坦福分局，这里是黄金城，这里表现不顺，而是什么人？对方发牢骚，单向速度。你们今天又迟到，也要不给，何必这么死啊？那是啊，不过我感觉弟弟故意的裁员，到了现在引起你的关注，想变相得到哥哥的喜欢，而且下一集啊，这弟弟又有好事了。所以喜欢最后的粉丝们，一定要多多点关注，等待博士胡言今日后续剧情。好的，本期就到这，感谢茶点赞，还有关注订阅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男人一不小心掉进了马桶，还好大儿子挺孝顺，哭着把他给捞了出来，可得赶紧洗洗。他爹说，牙刷确实比澡巾好使，洗完直接手动水的，连浴巾都省了。不料风力太大，浴巾一个没站稳，全压在了奶油里，得白洗了。马上再给老爸剃个头，又是地貌似冷了点。不过小爸洗了整的还挺像样，起码没见一百次。到点该睡觉了，小爹拿出几十年没洗的球鞋，他爹现在塞好袜子当睡袋，虽说味道是淡了点，但躺进去还是蛮舒服的。可这两口子一还在这么发展呢？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小贝他们学校的墙壁上莫名出现了无数裂痕。恰好小贝的父亲是建筑师，两人受邀来学校查看情况。我没想到刚一进门，就看见有两个人在油画里打架，打得还挺激烈，不过是幻觉吧？但很快，女人就败下阵来，还被老头子一把从画里给推了出来，正愁眉苦脸丧气。面前突然冒出两个人来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出气筒吗？女人邪魅一笑，老五珠子开始飞速转动，一阵火光过后，两口子的身高。0.06米，原位置种子从天而降，两人被关进了鸟笼子里。不过有句话说得好，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，只要胆子和足力足够大，惯性就足以让鸟笼脱钩，带两人逃出生天。这出是出来了，还要这么走回家，估计猴年马月都到不了。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一个外卖小哥从身旁疾驰而过，眼前的外卖盒不就是现成的顺风车吗？两人总算回到了家。然后就在这时，学校里发生了一件更诡异的事情，垃圾袋里钻出了一个卷毛白骨精，拿起自己的胳膊咔咔就能滚了上去，完事还不忘在地上尖叫一下，用劲欣赏一下自己的美丽成果。其实在他活着时，还是这个学校的一名老师，就因为保持他校长的地位而被老师很缩小。万万没想到，100年过去，他却意外复活了。这一次，他打算借助魔法和力量来夺取学校的管理权，但肯定得先过老校长这一关，高手对决，威力果然不一般。学校的墙壁上开始出现无数裂痕，现任校长从旁进屋查看，亲眼目睹了白骨精与老校长之间的巅峰对决。和老校长并肩上的年纪，又岂会是白骨精的对手？不出几个回合，便被踩在了脚下，对方立马答应了，开始疯狂叫嚣。白骨精却只是微微一笑，接着白骨精的飞速转动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对方就变得只剩拇指大小。白骨精刚刚刚坐住校长之位，对方也是个暴脾气，拿起绣花针就扎了上去，从海拔5米的桌子上一跃而下，撒丫子就跑。白骨精有什么好惹的？敢扎我，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飘的毛线球。绣花终究还是难逃成球的命运。而另一边，为了帮父母恢复原样，小贝决定带他们去学校找老校长。他们到了地方才发现，经历了昨天两场大战，老头至今没缓过来，而且眼里的魔法球也不翼而飞。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魔法球，不料却意外发现了被缠上去的粗布儿，眨眼。
吧，把对付的带有过剩的希望。这个小两口一觉睡醒，先拿个美美的牙膏浴，然后拿起饭叉子坐等开饭。你还别说，大儿子这厨艺还真不是盖的，可总这么大点也不是个办法。为了让父母恢复正常大小，小飞召集了一帮小伙伴，准备拿准备藏在学校塔楼里的魔法球。山德派也是小美做的藏宝怪吸引他崇拜的主意，而小飞则趁机从另一旁的窗户进入，偷偷拿取钥匙后，将绳索扣在大人身上，两人完美配合，成功将大人困在原地，魔法球也顺利到手。另外两个小伙伴也找到了同样被缩小的校长菜花，可解救过程中发出的声响却引起了白虎亲的注意。这边刚救下菜花，白虎亲就赶了过来。就在球队制止，突然一道外面送上了门，原来是小飞的父母在家待不住，想赶忙帮忙，就把自己给点了过来。没想到却是自投罗网，到场惊为人质。然后就在这时，童话就将白虎亲的盒子一起扑了进去，球一阵地动山摇，眼看就要塌了。小飞却不忍抛下画中的父母独自离开，父母就似乎拼命说着什么，小飞立马心领神会，他随即将魔法球扔进了画里，周围的一切总算终于平静，而画里的人却消失了。就在前人一过时，魔法桌上居然挂起了金色龙卷风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小飞的